这48小时，我在森林生存，找一台空拍机，穿过夺命的蜂窝，要拍他，赶快走，赶快走。为了追踪一个命案，还好是跟着森林护管员。哦，哎，冲，冲，冲！不要跑，不要跑，开枪了！扛着。了森林里对抗山老鼠、大火、登山客救命、护林、御林都要他们的协助。他们是森林的密友，他们是森林的守护者。台客有名，这次是去2天1夜，因为之前7月多的时候那里刚好有遇到新的盗伐案件，那我们现在要再去做后续的追踪。那如果我们真的看到山老鼠，我们会怎么做？如果真的碰到的话，我们就是先了解。那你有没有看过捕兽夹？有哦， oh, okay. 对，就是其实在这边的山区蛮容易看到的。那我们这2天的行程会有什么危险吗？山里面很难讲了，我是觉得危机四伏了。这边可以取景拍电影。除了调查盗伐案，他们也是森林的眼睛。你现在在找什么？我现在在看它的结果状况，看有没有那个果实。那这些树都会搬到哪边去啊？山区如果譬如说有崩塌地，那我们就会去植树。现在要去巡山了，大概明天晚上才会回来。走了，上工了。OK， 这是一个打卡的动作之类的。你们是在这边打卡的？那你一个人大概负责多少森林啊？我的辖区面积加总大概有2000多公顷。再走几步就到达文明的边缘。好好好，那明天再联络啊。我们这边再过去就没有手机讯号，所以大家再报平安。那明天才可以接到简讯或者搜寻网络。我这个平地汉人很不了解深山，就先跟原住民大哥交个朋友。刚刚大哥说遇到动物没什么好害怕的，遇到人比较需要担心。哇，我没看过枪哎，在台湾没看过枪哎。这个是猎枪了。原住民哈，每一个人可以持有一支。嗯，哎对，然后一户不能超过7只。他在打猎什么样的动物啊？哦，这个季节按照我们原住民泰雅族乌来地区是守猴子。猴子哦，哎，猴子，哦，猴子也可以吃哦。其实，在原住民文化，猴子是蛮好的一，蛮好的哈，哦。其实猴子是最没有腥味的一种，而且肉质又软，哦，嫩。是哦。对，所以就是它长得比较像灵长类。是。所以一般人会觉得说，没有道德或干嘛。但是现在猴子真的是已经多到不行了，对，而且害得跑到村庄，对，变成农民的危害了。是。所以用大自然的方式，用原住民的方式，可以做生态的平衡嘛。没错。看看是否多跟大哥聊天，能否吸收一点森林的智慧。抓起来哈，所以就可以不用带卫生纸，这样擦屁股。对，好了，把手起来，最里面的，这样就没有卫生纸的痕迹啊，森林的垃圾就减少了。穿进去，下雨的时候就可以用了。帽子，那这个就可以绑了。对啊，来看。所以挖到晚餐了，苦苦甜甜的美食开箱。很不好吃，真的很饿的话就必须吃啊。对啊，很多泰雅族的猎人追猎物的时候不小心被他刮到血管，嗯，那脖子割到大出血就挂掉。真的哦，那在你在野外真的是渴到没东西可以喝的时候，那你可以把它砍一段下来。味道怎么样？很好喝啊，很好喝。你在山上找不到的就是多余的，比如电视机，这里用不到。这句话我可以想很久，你刚刚讲的就是我在山里找不到的是多余的。对，电视、手机，在森林里面什么物种都不能缺少，但是缺少人都没有关系，人是最破坏，还是破坏力最大的。对，我们要了解，我们要保护这片森林，就要先了解它这边有什么物种。OK， 对，那我们从了解开始作为保护了。现在就是要架设这个野生动物的这红外线照相机了。你们看小白飞的这颗还蛮漂亮的，问题是空拍机快没电了。你知道这个地方吗？我们到得过去吗？等一下可能要比对。也不知道它飞到哪里。OK， 我在这边先降落。已达智能返航点，飞行70秒降落。
大概两个钟头就天黑了。都是树林，它的 GPS 信号也不好，所以我也不知道我人到底在哪里。现在的挑战是天黑之前把空拍机找回来，我们两个人一定做不到。因为太斜了，要用绳子，我们再回得来。只有我跟你去找，真的有一点不放心。现在在做记号吗？我很抱歉，每次都让故事这么精彩，我也不是故意的。那个不是就对，就在这边而已。很近了吗？哦。找到他了，Sorry 导演。空拍机降落在这边是一个很好的选择，因为我们都洗好澡，然后刚刚也玩得很爽，蛮爽的。对，Sorry，Sorry，Sorry。No, it's a good idea。到了我们今天晚上睡觉的地方。好，这个高度差不多，那高一点了。现在在铺床哦。有点湿哦。又学了新招，用叶子吸土地的湿气。下去洗澡了。后面就是一个非常自然的水龙头。哇哦！这是什么一回事？就是我乌龟没有带环保筷，我就用这个，还可以的，而且可以乱丢，没关系。刚刚大哥把这个木头刮一刮，它就可以变成一个切菜盘。大家今天都辛苦了啊！我们大家就开始享用晚餐吧。好。可是要关灯，对不对？这样虫虫才不会来。家里已经布置好了，准备要睡觉了。这个概念是不是剩菜煮早餐？我发现我们这种露营的方式都还没制造垃圾，像这些塑胶袋都会重复用嘛，因为垃圾也都要带在身上。是的，是的。这是一个记号吗？你们登山客留下来的记号，表明他们也来过嘛，就会越挂越多。那如果你们需要做记号，你们会怎么做？大部分会以折树枝。如果一个人的家里跟环境到处给你做一些饰标，喷一些漆，喷一些涂样，就喷在你家的门楣上，喷在你家的路口，我相信人也会发疯啊，也会不习惯，更何况这个是动物的家。来到了第一个犯罪现场，所以我们会做这个我们林务局核发的一个锻造钢钉，他们使用链锯的话，可能就会影响他们的作业。这个他们可以卖多少钱啊？木雕协会的定价是一公斤2000块，可以。一公斤2000块啊，所以这个40公斤就。好香啊，可是不会解释。这种木头木屑一包都可以卖到150。这个都是啊。对，这都是残材。那这些山老鼠用绞盘固定，就是为了固定这个石头，因为他们去挖掘里面根部的部分。他们为了采取根部的部分，他们会挖掘，然后锯切，然后造成这些整个崩塌。所以它可能有好几百岁了。对，好几百岁。然后山老鼠就花几个小时或几天的时间把那个根马上挖走。哇，那边有人在露营啊！老鼠的窝。哦，老鼠的窝。哦。他们有回来过吗？应该是回来收东西吧。哦，所以东西变少了。公告的森林法52条第4项的贵重木红块扁柏孝楠这12种的话，最重会到10年半。哦哇，偷个木头这样罚会不会太重？这不是一般的木头，它就是台湾孝楠，非常珍贵，而且它长了快1000年才会那么高。那他们就直接往根这样切。有些我们会配合上山的人哈，让他们询问一下这裤子。裤子有没有人看过？有人穿这个裤子？还有一些特殊的。知道已经被林务局发现了，山老师应该不会再回来。我们离任何地方还有一段距离。哇，是一个活生生的蜂窝。那个是什么？虎头蜂，黑尾虎头蜂。不要拍它，赶快走，赶快走，不要动，赶快走。我不知道那是什么，但看大哥的表情，我也跟着一起害怕。干，不是在讲脏话，是在模仿动物。谁的声音啊？那就三枪。三枪哦。
到比较安全的地方了。这个溪对我们好重要，因为又可以洗衣服、洗碗、洗澡，还可以在这边玩水，也可以喝这边的水，不用担心会变脏，因为它就一直这样冲下去，冲下去。四十八小时胜利体验让我害怕又敬畏。嘘，不要再聊天了。人类不应妄想屈服森林，成为它的主人。它值得被尊重、被保护。